的三颗星，世界有点乱，因为你没出现。空荡的教室里，课窗的书桌前，坐着我的思念。忘了从那天你站离我身边，没有缘由喜欢，也许是缘分使然，心被你带走一半。呜呼呼，而你给我的表情就像难解的几何图案，看上去仿佛很简单，我却搞不懂答案。没有你我心好烦，又害怕给你制造麻烦，事情都怎么办，忐忑不安。我能控制对你情感，却没有办法控制想见你的期盼，写信条的感觉怎么办，所有为制造麻烦，事情都怎么办，忐忑不